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各位看呢，今天的这个背景啊，不是虚拟背景哦，我是真的在道场的。应该讲，我现在我右手边看是我们的临时佛堂哦。当然，我可以想象，很快的哦，应该下个月这个 kitchen trailer 哦，一个外挂式的一个准备餐点的餐车啊、在我的右手边啊、然后再来啊、就是因为这里铺了水泥地嘛。哦，就是休息区啊，是户外的休息区，也是啊露天滴水房吧，哦啊，然后会有一个60尺的这个社教算是一个外挂一个活动式的教室吧，60尺长哦，那这些会陆续到位。其实我就站在这个水泥地的位置啊，未来这里应该是离 container 比较近一点哦。那总是呢，今天我是在现场哦，所以各位听到那个没有办法降噪处理的外面的声音哦，那是另外在这个大马路边的这个车子往来的声音呢、空气的声音呢、小鸟的叫声呢、虫子在叫的声音呢哦，这些都如实的收录了哦。那总是呢，这是第一次哦。做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哦，那为什么今天会是这样呢？其实呢，告诉各位，因为呢，我现在在讲啊、各位看起来好像是早晨的阳光哈、其实呢，您现在看到的早安佛光，应该是我昨天这个夕阳即将要西下之前的余晖啊、然后在户外拍下来的哦。那所以呢，是在昨天啊、因为各位看到是星期天嘛哦，所以讲起来就是昨天星期六啊、我们圆满了这个渥太华佛光山的建世祈福梁皇法会礼拜梁皇宝忏10卷啊、圆满了啊，真的好欢喜，好欢喜啊！我只能讲说，我们自己在礼拜啊、说是带领礼拜，其实就是自己在拜嘛啊，然后大家一起跟着这样拜。所有的参与者啊，包含回响，大家都是法喜充满，非常的欢喜哦。那么所以因为忙着要布置啊、这个就是我们叫翻坛呐、就是这个要改为就是今天讲起来星期天下午1:30要起建的30细念佛事哦，所以整个。这个坛口要准备啦啊、那当然在这个超建坛的前面啊、我们就附设了这个占卜坛啊、那非常的欢喜哦。那我在录影之前哦，我们那个坛口其实是扩大的哦，看了也觉得很气派哦。那相信在法会前哈、就是今天啊、今天星期天下午1:30啊、法会前哦、大概5分钟前左右吧哦、就是我们视听组会将这个就是有一些画面啊再带给大家看一下哦、各位会看到说哦，这个超建的坛口啊占卜坛啊很特别的哦。因为呢今天下午1:30的30细念佛事呢是4个道场。合并举行啊、那在线上当然是直播啦哦、那除了说哦、我在这个渥太华佛光山啊、然后这个30细念，然后有占卜坛啊、那同时在美国的纽约道场，叫新州佛光山，还有在 Boston 的这个新州当然就 New Jersey 了哈、然后在 Boston 的三佛中心啊、就是我们4个道场。是这个合并举行哦，所以画面呢在美国3个道场呢是集中在纽约道场啊、所以也会看到他们拍摄的这个占卜坛的画面哦，会在法会前给大家看到哦，所以不管是在美国的3个道场也好在渥太华这边也好哦，那当然就是说只要在法会前哦，那这个上线看到的话呢就是2处啊，就2个地方的这个占卜坛的情况会拍给大家看哈、其实为什么拍给大家看呢？因为各位您是我 suppose 我假设哦，说你有参加法会，你有参加这个占卜坛的功德哦，你就是供养人，你就是斋主，也就是说占卜坛什么叫占卜坛哦，就是说我们法会啊除了
这个佛前十供养呢，这上佛供啊，供佛啊，也有零钱供嘛。那零钱供呢，当然就很多人就登记了祖先的牌位啊，或者冤亲债主等等啊这些，那他们是等于是受到邀请的客人，他可以入座啊，他可以享用啊，他可以接受功德的回向哦，这些。但是法会这么盛大，功德这么殊胜，那我们希望更加的再扩大，那就是要普通供养了，这叫无遮大会，所以有个赞普，就是普遍的都一起来供养十方有缘众生，所以那个赞普的饮食要多嘛，那尤其呢平常时我把这个占卜坛的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会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的祖先习惯的饮食当然这中式的嘛那包含这个正餐啊、点心啊这些茶点啊都会准备那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嘛所以在这个北美洲比较西式的这些餐点呐 包含那个像可颂啊、三明治啊，什么都会有那在加拿大，这个叫 Tim Horton， 这是国民品牌我们还特别去这一家店去买这个 donuts。我不是帮他广告，因为这个就是在加拿大、美国这很习惯的嘛那生菜沙拉啊，什么都有我还去跟艾达师姐借了很漂亮的茶壶，为了要这个整个好像英式下午茶所有这些包含 high tea 的点心等等其实今年呢，我要说除了这些西式的也好，中式的也好当然这个我们韩居士特别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寿喜这个整个陈列出来实在是很有诚意诚意方殷其实今年就是增加了因为呢在之前呢应该有两个月了吧就是先是在加拿大，后来美国也报道出来了，就是说这个早期的这个印第安原住民的寄宿学校的这些印第安人的小朋友他们在寄宿学校，然后就是被这个挖掘就很多无名的尸骸就往生了当然他们一定我们可以想象从父母身边强行被带走要在这个语言啊、文化啦、习惯各方面要他们改变那一定是很辛苦也很痛苦所以到最后查出来都是上千名这些无名的尸骸，讲起来都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那总是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们这是无从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有信仰的这种力量我们希望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看到就帮他们立超荐牌位，希望他们真的放下这些恐惧也好、仇恨也好这些万缘放下那希望他们也可以领纳功德不管是回到他们祖灵的身边，或者他们有信仰的身边，或者他们如果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很高兴去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 Pure Land 也很好那总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占卜坛呢会特别有印第安人的就是原住民的原住民习惯的一些食物虽然我们也不专长，但是在这智胜法师很认真去 Google 搜寻了一下说他们用什么汤吃什么主食等等这些希望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啦所以今天呢下午一点半即将要开始的三十系念，我想佛事这个分三个时段，我们诵持阿弥陀经、赞佛、念佛，然后说法就是听经闻法，这个说法的开示是很重要的
啊。那么希望是大家可以啊明白，然后心开意解哦。那领那功德往生西方，往生他们的乐土哦。那么我想在法会开始之前，我光这样讲，我们就是准备一个饮食，都已经是诚意方殷的啦啊，就非常的诚意十足哦。相信啊，我相信在这个十方，我真的讲十方法界，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大自然里头哦，我相信啊，这个十方一切的这些有缘众生，一定是很明白我们的心意啊，心念是可以沟通一切的啊，所以今天呢啊，因为没有空在从我们的这个道场啊，就临时佛堂，然后再赶回去金舍那一边啊。金舍呢，我们有一个墙壁呢是钉着这个绿屏呢，一块绿布了啊，绿色的布。我平常是站在那个前面啊，很安静啊，去录啊，每天都啊讲一点讲一点。今天没有时间啊，回到金舍，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啊。其实我这样稍微看呢。那一边是夕阳，是太阳，这一边呢已经明月高挂了，呵呵，是日月同辉啊，这个在北美比较可以看得到哦。那总是了这一片大自然之中，我很希望也借这个因缘哦，可能以后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啊，就现场拍摄的哦，那一些进度给大家知道一下哦。那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大自然多好啊哦，真的要感谢有这个大自然啊，同时也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呐、啊。哦，这个是今天呢、在我们在准备坛场的啊这些准备工作啊，抽一点时间出来啊，现场拍摄跟大家讲一讲。希望今天下午一点半，我知道在亚洲当然是半夜了哦，你不用那么辛苦哦。这个半夜啊，这个日夜颠倒，因为这时间呢、一点半大概就要到五点半，将近六点哦，大概是这样了哦，时间比较长。那么也有我看到有我们的观众菩萨问哦，说这个会不会挂在网上啊？如何哦？其实呢，一般法会呢，总本山指示我们，就是说法会过后应该都要把它请下来就是不会继续挂在网络上哦。那最近呢，因为这个我们在澳洲有位老菩萨哦，他因为这个时差他也这身体不是很好哦，这个病了哦。那他女儿很孝顺，就说哎，他都是。因为在澳洲疫情还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们没有做直播，所以他因为身体关系不能回道场，所以他都只有看我们的直播啊，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延后一点点，但是其实还是要卸下来哦。那么我建议各位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连结哦，就是总本山佛光山总本山，其实呢梁皇宝忏这些佛事都有为我们拍摄，包含我们长老开示呢，其实那些每一就配合每一卷哦，都有大概15分钟左右的开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真的为了信徒不能够亲临道场亲临现场哦，所以总本山慈悲特别就录制了这个在网络上，各位可以回头再去看每一卷然后听开示都是很好的哦。那么其他呢，我们在这个北美洲或者说时差不影响的地区呢希望大家也都能够珍惜，我相信各位也是很珍惜的哦。那经过今天呢早安佛光之后，明天星期一开始哦，我有一些事情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像佛学会考各方面，那就明天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了。祝福大家，阿弥陀佛。